李处长来了啊！林处长，板儿呢？人就是从这里滚下去的，尸体应该就在山崖底下。应该？什么叫应该啊？我是说，人越狱了，你们抓不着，这叫应该。 抓不着人就一枪打死，这叫应该？打死人找不着尸体，这叫应该？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他妈现在跟我说什么应该？李处长，你这似乎有点激动啊！陈杰是共党，可他毕竟是我前妻，在他没有被判死刑之前。 我于公于私都要保证他活着，明白吗？可他现在人呢？人呢？你听我说，林处长，陈杰呀，十有八九已经死了。你真的没必要这么激动。你这过分的激动，似乎有点旧情难忘啊！我能不激动吗？陈杰是共党，我也是。我告诉你们，我就是南山。 李处长，你可不能这么开玩笑啊！我是。你怎么知道徐老师是男生？陈杰告诉你的。哎，你相信不相信没有用啊，我们有那录音带呀。 老兄，咱都是搞情报多年的，你就凭这一盘录音带就能百分百的确定他就是南山？哎，那你怎么证明他就不是南山？你问陈杰去，只有陈杰才知道谁才是南山。可现在人让你们打死了，线索断了，你说该问谁去？啊，我告诉你，郑亚昌，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南山。哎，你也是。那保密局的都他妈是南山。李处长。 这里可不能下手，南山只有一个。说什么都是白搭，人毕竟已经死了。南山案事关重大，高峰、二庭现在恨不得一天一个电话，可现在线索全断了。老兄，你好自为之吧。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破案。 但愿如此，否则你就到头了。还有，尸体没找着，能确定就是死了吗？哎，你等等。
那您的意思是他还活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处长，云天宇这小子好像真行，他会不会真是南山羊？哎呀，这许文顺难对付，这林天宇更不是个东西。这刘三儿平时打枪没那么准呢。组长，他是蒙上的。这事不怪你。不，这事儿我有责任。本打算按这个计划能够平安的把你母亲救出来，可没想到竟然害了她。许大哥，这事真的不怪你。说不定我妈妈已经逃走了，她根本就没有死。是的，一定是这样的。郭子，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我不应该相信林叔说的话。我想他是你们的家人，不可能害你们。可是，没事吧，许大哥？没事。小雪，你要冷静些。毕竟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他跟你母亲曾经是夫妻，是有感情的。他没准是真的是想救他。离我妈妈对他的情感，杀死了我妈妈。我一定要找他报仇去。小雪，你冷静点。亏我妈临死的时候还惦记着他。小雪，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呢。我们现在夫妻不论谁对谁错，首要的问题是你能确定你。假设陈杰同志真的牺牲了，那就更不应该流泪了。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情报尽快的送出去，把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小雪，这是你母亲的任务，眼下恐怕需要你来帮助完成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在哪儿。既然陈杰同志那么强烈的想越狱出逃，就说明情报一定在他身上。我们都好好想想，他出来之后的凶手有可能把情报藏在哪儿？不可能，我们是直接去的林区，中间没有停留，更不可能去其他地方。
听说他死了，是吗？你怎么知道的？这可是内部机密。你忘了我是谁的妹妹？这只是初步推断，尸体还没找着呢。你能不能换个口气？我又不是你的下属。抱歉，心情不好。司令惹麻烦的，惹什么麻烦？在你们男人眼里，女人只会惹麻烦是吗？可能你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女人，只有政治，最后所有的女人都会成为他的牺牲品，是吗？不是，应该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郭子，要不你先回去吧。不，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儿想吧。那有什么用啊？那只能解决我的个人恩怨，对大局呢，我们就彻底输了，你母亲就白白牺牲了。那我该怎么办？小雪，要学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这是做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起码素质，要麻痹点，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接近他，更好的消灭他。你怎么半天不开门呢？我还以为出事了。你有什么事吗？你说呢？啊？你这个孩子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哎，有什么事儿，在这说吧。你怎么又一个人回来了？跟我回去。小雪，听你爸爸的话，跟他回去吧。不必了，谢谢你们的好意。你又怎么了？这是天宇。是我的女儿，你身上必须留着我和你妈妈的血。
凭你们。小雪啊，我听说又来一部美国新电影，很好看的，不如我们明天先去看电影，再去喝咖啡，花光你爸爸的钱，好不好？要学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这是做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起码素质，要麻痹别人，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接近他，更好的消灭他，你懂吗？你们先等我一下，我上去拿点东西。这里边有我，还有你母亲对你的牵挂。徐大哥，你不了解他，他有时候很冲动，头脑一热，他想什么做什么，常常不顾自己。你好像很了解他吗？当然，我们在一起都三年了。相处的时间长短和了解一个人不画等号的，就像我有的时候，我都不了解我自己。徐大哥，你有初恋吗？初恋？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徐大哥，我是不了解别人，但是我了解我自己。对于林雪，在我心里她是最重要的。我可以因为她笑而笑，因为她哭而哭，但是我心里只有她。虽然她有的时候，她有的时候可能不明白，但是我还是一直爱着她，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我真羡慕你。什么？因为你是自由的。走吧，走吧。徐大哥，我们去哪儿？要不去我家吧？不了，你自己回家吧。徐大哥，佳琳，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你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样吧，你以后想找我，就在报纸上登一份寻人启事，就说找陈大山，我就会去找你的。走吧。
最爱吃的。打开看看。看看是什么？哟，巧克力呀、啊，小雪，不是你最爱吃的吗？来，吃一块。进口的。哎，小雪不爱吃，先收起来吧。小雪，那你想吃点什么呀？爸爸亲自动手做去，好吧？你是不是冷了？不舒服？那你要不舒服，要不就先上去休息吧。走。等等。妈妈给你的，是，给我，呸，给我，小雪。当初我让你救我妈，你为了你的利益，你害死了我妈妈，我是不会给你的，因为我恨你。小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给我，听话，你给我。我不给，我不给。给我。生死未知，小雪已经够可怜的了，你应该对她宽容点。正因为陈杰生死未知，我更得好好管教管教她。你都不知道最近她都干了些什么。那你也不能说打就打呀。你先回去吧。你真的不需要我陪着你吗？我就不去送你了。
陈杰生死未知，你难过吗？你是希望我难过呀，还是希望我不难过呀？林雪原以为母亲交给自己的项链只是父母间的信物，现在她感觉到母亲在这么危机的时刻交给自己绝对不是简单的信物了。母亲未完成的任务是什么？母亲那画在自己手心上的十字又意味着什么？难道与马汉斌、许文顺一直在逼问自己的秘密名单有关？也许这个项链能告诉他什么。对不起，是我的疏忽。你说现场还发现有其他人？对，有发现。渔夫，陈杰暴露自己的行为很反常，我觉得他是为了掩护某个人才会做出如此大的牺牲，这是共党一贯的伎俩。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南山。就凭这一点你就能断定他是南山？那我实在想不出谁还值得陈杰这样的拼命。渔夫，我请求和郑亚昌一块进行逮捕南山的工作，戴罪立功。不不不，我没有怪你。您不怪我？以前陈杰在狱中其实没有丝毫作用，现在他一出现，各方神仙都出现了，这正是我希望看到，而且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Thank you.
里边看看。 进进出出，神秘兮兮的，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前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我听你妈说你一夜都没回来呀。我，哎，小雪，你来了。爸，小雪来了。爸，我跟小雪先说点事儿，完了您再训我哈。哎，我走了，爸。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 相信你吗？小雪，我可以对天发誓。这项链，明天一看见这个项链，眼睛就发直，恨不得从我手中夺过去。我觉得这项链一定有秘密。那会是什么秘密呢？我也不知道。 但我会让他告诉我。你就直接问他，郭子，帮我一个忙吧。说你别出去，等等，走。几天了？三天了，你们连个人影都没抓着，你们有脸给我汇报？都别胡说了，走。组长，我们都快挖地三尺了，这许文顺会不会已经离开？你住老子你啊！啊什么啊？组长说你说错了吗？那许文顺是谁啊？那是南山，没有人有能离开北安吗？是谁？大宝。 我让你给我找人，不是让你给我分析。组长，看什么看？怎么，没吃？给我。
怎么能不识东西啊？我先放这儿了。小雪啊，妈妈最后都跟你说什么了？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妈妈的事儿。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什么，但你真的要相信我，我毕竟是你爸爸。这是我和你妈妈的定情之物，非常珍贵，你就别带着她出门。面吃了吧。你最近很急躁啊，这样怎么做大事啊？特使啊，你说的对，我呢每次生完气啊，我都后悔，后完悔啊，我就反省。搜查的怎么样了？正在进行当中，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好，我等着。哎，特使啊，关于许文顺是南山这件事，你跟渔夫汇报没有？还有陈杰越狱的事儿。渔夫对你工作进展很关注的，虽然说陈杰的逃跑让他很不高兴。但是你能让许文顺露出马脚，还是有你的功劳。渔夫说，已经上过了南京，为你请功。特使，我跟你说哈，我只要能弄死许文顺，这功劳不功劳，真的无所谓。弄死？渔夫说了，要活的。啊，活的。只要一生。
紧握，睡在我怀。